嗯，低消99元。 要100块套餐，有浓汤、沙拉、蛋糕，就甜点，还有饮料。我老穿着这个衣嘛，我们点法式橙汁樱桃鸭胸好了，然后再来是那个香蒜青葱蟹管墨鱼面。墨鱼面。对。那要不要点那个蛋糕？点一个蛋糕给晨晨。点个蛋糕给晨晨吃。那个什么？意式焦糖乳酪好了。哦，意式焦糖乳酪。对。 这个是香蒜青葱蟹管墨鱼面。这还有咖国旗。这是法式橙汁樱桃鸭胸。这是法国国旗吗？对呀、啊，他们都在荷兰。哎，然后呢，那些国家的那个国旗都很像。 颜色不同而已。荷兰。法国。等一下。荷兰。法国。他好想玩啊！哎呦，这有关联性啊！给你。他要拿法国国旗。还要插回去哦。现烤的。墨鱼面，黑色的。法式橙汁樱桃鸭胸，不开班会焦糖乳酪蛋糕。他在肠胃道。小孩子要拿我，我是干嘛？然后我是那个帮忙看我这边的，我也没办法做，我只能说，我就在附近，我就在我们那个老师那边，然后他我拿，我就我也在那边写，然后我就觉得我绕出去外面多写，没有办法在家里，我觉得如果真的我那边就是那一点是有影响。 Thank you.